Yeah.
买在
该以教训家里穷，你不教男孩当教女孩，过得三年红五载，大学生教训小学深爱，老先生听了万般无奈，二百多铜钱揣在怀，两天之在你我中间来拜，他叫我人的开怀，红颠倒打我两三个，洗刀打我肚跟天你他我人子痛快，用红棉袄把我盖了起来，见面袄我说人子不乖，我穿起了红棉袄跑到九郎外，所以楼门一见我笑开怀，见我问不想问哎。
将你送去神门，你在神门必做神仙人，我也曾送你到那山林，在山林
两三个一起心情怀，一口咸咸吐出来，回答
小妹